如果我真的这样去，是不是会做好？嗯、我不确定、嗯，会不会做烂？应该不至于，但是我会不会很快乐？嗯，这个我非常不确定。这个选择是我大概人生的很大很特别的一个经验，然后我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变成头版人物，反悔的副市长，别绕跑，我自己讲，我那个文章就是我很抱歉，我这个是绕跑的副市长，对啊。